老板，哎，伦文旭是你呀、啊？哎，怎么上学是吧？来来来，先坐下来休息一下。嗯，哎，你真命好，像我们可就辛苦喽。有比我上学辛苦吗？嗯。哎呀，哎，什么事情啊？哈、啊，什么事？哎，对对，我们这豆浆烫的，想烫死人呢、啊。啊，对不起，这干不了，欢迎完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老板，老板，这你先让我来。哎，七爷，不好意思，妈的，揍我呀呀呀呀！哎呀，我还没揍你就哎呀，哎呦呀呀，哎呀你，什么人这么凶啊？哦，那个就是童童七啊，大岭山的恶人呢、啊，整天在这横行霸道惯了。快点，欢迎过来。好，我帮你报仇。哎哎，千万不要，否则你会死得更惨呐、啊。是的，我装疯卖傻的整他，让他连气都不敢吭下，还笑眯眯的。哦、真的假的？事成之后，这顿我请，随便你说话。我怎么整他？骂他全家打死人是吗？哦，好，那就多加两只鸡，连他老妈一块骂，这样最好。喂、哎，你干什么？这鸟是我的。嗯，小子，这只鸟是过年的时候七爷花30两买的。不可能啊，我可以证明。怎么证明啊？我讲什么，他就会跟我讲什么。哼，你如果让这个鸟跟你讲话的话，我就把它送给你。啊，讲啊，臭小子！再讲啊！你家打死人！继续讲啊！没你老爸一起打死人！不好意思啊，神经病！好哎，好哎！哎呀，伦文旭就是伦文旭，鬼才就是鬼才啊！他谁都没有抢我两只鸡啊！没问题，这是井底之蛙。雕虫小技，这位朋友好像很有一手，你不要死鸭子嘴硬哦。那是，你信不信我用甘蔗打他的头，他不但不会翻脸，还会叫我多打几下呢。信，除非他是你的女人。哎，是啊是啊，对呀、啊。那好啊，看好了。这个鸟还不错啊，哪有女人过了？哎。嗯，请坐过去一点。干什么？打你！你打我！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，我还以为你是威震武林的铜头七呢。你没认错人，他就是铜头七。哎，别耍我了！传说铜头七的头坚硬如钢，连神木都可以撞倒，你却连根甘蔗都撞不断，怎么会是武功盖世、远近驰名的铜头七呢？哎，小子，江湖上真是这么传言的？当然是喽，连歌都有人唱呢。怎么唱啊？铜头七呀、啊，铜头七，铜墙铁壁都不够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你看看，我跟你唱歌嘛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千山万水四处寻找，就是为了一睹我偶像铜头七的风采、嗯。但是你骗我，啊，你不是他，我没有啊，他不会这么干吧？哎，小子，我真的是鼎鼎大名的铜头七。嗯，不会吧？你不相信啊？啊，来，你打我，我站那给你打，打得你相信为止。不好吧，我怕出人命。哎呀，不要怕，打呀！你们都听到了，是他叫我打的。还不断，老板，他真的打他嘞？没道理不断，大概是我认错人。哎哎哎，你不能走啊！你不用力打，这杆子怎么会断呢？用力打！哎，七爷，你头上流血了。哎呀，打死这蚊子，没事的。哎，小子，你没吃饭、啊，用力点打，打！是你叫我用力打的。是啊。波动会来呀、啊！哇，你没事吧？厉害厉害，果然是重头七。我回去告诉我的乡亲，佩服佩服。再会。哎，过奖过奖了，没事、啊、没事没事啊！小心点小心点啊！哎呀，好，哎，想不到我重头七还这么有名。那么多人来找我，哈哈哈哈，哎呀哎呀，果然有两下子我行。哎哎，七爷，你看他们、啊，哎，没想到你们两个耍到了铜头七，可恶，你们两个臭小子竟然耍本大爷！别跑，我站住，回来。